中途至哥罗心人说：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所爱的圣者，穿上怜悯的心肠，仁慈、谦卑、良善和含忍。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，要彼此担待，互相宽恕，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。在这一切事上，又该有爱德，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，还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作主。你们所以蒙召存于一个身体内，也是为此。所以你们该有感恩之心，要让基督的话充分存在你们内，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规劝，以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，在你们心内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。你们无论作什么，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，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作，藉着他感谢天主圣父。上主的话。